亮。你看，看到吗？对不起，我是莲雾。陈宗阳，陈宗阳，陈宗阳不理我。啊，爸。陈宗阳。嗨。他不理我。刘珊珊住得好痛苦哦。刘珊珊的蓝色痛苦就是我的快乐。刘珊珊的蓝色完全没有用，她涂超多，结果这个显示完全没有东西。九温妮，好可爱哦，她刚讲哈。好臭，我看你。哇，没有你。你要抽，给你抽了。那我也要抽。大家都说那个太小了。太小了。更新我的 iOS， 不然我不能剪片，靠北。有分数我也想说，哦，不然现在已经四个满了。你跟他调换位置好了，你们两个调换位置。然后你跟他调换位置。对啊，这是安装石膏的。没有，就是不要挡住他，然后再往你们。然后就是不止没有办法呼吸，就是远景也没有马上做一些反应。所以让所有人都很愤怒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口号。第三个，举手了别开枪，这个是发生在2014年的时候，美国密苏里州的路易